刚才我们查到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献上以撒，是因着信献以撒，还是因献以撒为义？所以他是因着信献以撒，信在先。我们可以证明一下，用旧约和新约联合起来证明一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称义的。我们先看创世纪十五章，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，第六节，上帝在十二章呼召亚伯拉罕，在十五章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第六节就证明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以此，以哪个词呢？就是以信这个词为他的义。我们可以看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以亚伯拉罕这个信为他的义。是信在先呢，是先以撒在先？信是在十二章就信了，神就称他为义，对不对？先以撒是在二十二章先以撒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今天是因信还是因献？我们是先信后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的，对不对？信在先，先称义了，最后才能献，献这个属天的生命，献基督的身体，献复活的身体，献属灵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信，我里面没有新生命，也没有新的身体，拿什么献呢？这就变成立功之法了。我先献后成义，就变成立功之法。要先信再献，这叫信主之法，听懂了吗？信主之法和立功之法区别在哪里呢？区别在哪里？哪个先哪个后，对不对？对，看哪个先哪个后。信在先是现在后，是现在先在先，信在先是现在先，这两个必须得确定好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，以什么呢？以他的信为义，以他这个信为以此为他的义。我们今天因信效法亚伯拉罕之信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今天也是因着信效法亚伯拉罕之信，神就称我们为义。以什么为义呢？以信为义。好，咱们多查几段经文来证明一下，来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亚伯拉罕到底怎么称义的。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。我现在已经查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，查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，还有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。我用三段经文证明，可以不可以？实在不行，我再多用圣经来证明，用多处圣经来证明，证明看看亚伯拉罕到底因什么成义，是因献以撒成义，还是因信成义？四章一节，罗马书四章一节，找到没？罗马书四章一节，看看神怎么说的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这行为是肉体的行为吗？不是。下面说，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怕。这里否定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雅各书却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。那平时你怎么看的呢？你怎么看的？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这个因行为称义，这个行为是信心的行为，是我信耶和华的行为，不是肉体的行为。倘若亚伯拉罕因肉体称义，
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？这就证明亚伯拉罕这个献以撒这件事是献属灵的生命，并不是肉体的行为，对不对？献以撒，这个以撒代表基督，我们里面也有以撒，凭信心把基督献上，把不活的身体献上，把属灵的身体献上，这个献就是什么呢？行为。这献呢是行为，是什么行为呢？信心的行为。当我能够凭信心献以撒这样的行为，不是属肉体的行为，所以这里边否定了亚伯拉罕若凭肉体得了什么呢？是不是否定肉体的行为？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成义，就有可怕的了。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成义，亚伯拉罕是因信成义，献上以撒，对不对？献以撒，这是一件超越行为的行为。亚伯拉罕因超越行为而被成义的，因信超越行为，这样的动作，这样的信心产生出来的行为，超越行为的行为而成义的。你比如说，他因着信从迦南地的乌尔出来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呢，连个方向都没有，他就往迦南地的方向走，这是不是因信产生的果效啊？是不是超越行为的行为？是。他没有在迦南地乌尔这地方住，做点好事，学习雷锋，学习哪一个古代人物很有好行为的人物，没有这样，对不对？他是超越行为的行为，因信心超越行为的行为，超越律法中间规定的行为。律法中间规定不可杀人，今天杀亚伯拉罕要超越了，要犯戒了，犯哪戒呢？不可杀人这一戒了，对不对？用什么犯呢？用信心犯。这个行为是犯律法的行为的行为，不是守律法行为的行为，听懂这句话了吗？所以这个行为是超越律法要求的行为的行为。律法要求不可杀人，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是杀人？是啊。超没超越？超越了。怎么超越的？凭信心去杀人，听懂了吗？不是好行为，在人看呢是杀人的行为，在上帝看呢是因信称义所结出的结果。叫你杀人，杀人的你能不能？你不能。你为什么不能？你怕国家法律来制裁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的。亚伯拉罕敢，你不敢。你听懂吗？你要强调亚伯拉罕的行为，你就得看亚伯拉罕在干什么啊。你若强调亚伯拉罕的行为，你就得强调亚伯拉罕干什么，就得看看亚伯拉罕他在干什么，他在干什么。这个行为蒙上帝悦纳了，因信心把以撒献上了，这个行为蒙上帝悦纳了，对不对？亚伯杀牲畜，亚伯拉罕杀人，对不对？让你杀牛敢不敢？敢呢。杀牛敢不敢？敢呢。杀几个了？杀几个？让你杀个牛你都不敢啊，因为你没有信心敢杀牛。但亚伯敢杀羊，亚伯拉罕敢杀儿子，对不对？这是因为杀儿子这件事显明了他的信心。杀人这件事是坏事是好事？坏事。听懂了吗？啊，清楚了吗？杀人这件事是坏事是好事？坏行为是好行为啊。杀人这件事是坏行为是好行为，并且杀了是谁的儿子？自己的。坏事好事？那怎么说亚兰一好行为成义？
少给三十斤。亚伯兰因好行为成义。做的身体健康。亚伯兰因好行为成义。谁说的亚伯兰因好行为成义？迷信。嘿，我看看那两怎么这么进展的。这就是说，亚伯拉罕若凭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句子出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？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成义，就有可夸的了。这里这一段证明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成义，因信心成义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也证明亚伯拉罕是因信心成义，不因行为成义。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六节也证明亚伯拉罕是因信心成义，不因行为成义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对不对？没有说亚伯拉罕行善，耶和华以此他为义。行善谁都不行，但作恶杀人不一定谁都敢干。亚伯拉罕就敢，你敢吗？亚伯拉罕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把神的把自己的儿子，上帝应许给他的儿子带到俄利亚山献祭的，对不对？叫你你不敢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天天强调亚伯拉罕因行为成义，所以我们行为好，你就把那个亚伯拉罕的行为给贬低成地上的行为，你给贬低了。有多少人把亚伯拉罕的行为贬低成咱们的行善积德、行好事啊？你行好事不过跟雷锋一样，能达到亚伯拉罕那行为吗？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上帝给他享大寿，雷锋上帝没给他享大寿，因为他行好事行太多了，自以为意，所以早死了。亚伯拉罕为什么享大寿数呢？因为行坏事行的多了，上帝叫他享大寿。这是《传道书》第七章第十五节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你别赖我说的。俺哈说的，行坏事就能长寿，行好事就能早点死。你要赖我说的，我告诉你，把圣经拿出，把你嘴给堵住。《传道书》七章第十五节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有一人行义，倒想长寿；有一人行义，有恶人行恶，倒想长寿；有一人行义，却不到期而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对，拿我说的呢，我赖神我说的。因为你行这个义不在神的旨意中间，因此要死。你听懂了吗？听没听说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打爹骂娘天不管？听没听说？就是你行这件事，不是你这件事，我也想行点善，行点善积点德。你把这个心先放下，行善积德的心，信耶稣和行善积德没有关系，听懂了吗？什么叫行义的人？行义的人才是义人。什么叫行义的人？上帝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叫行义的人，不是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听懂了吗？不是我要做点好事，那神就给我，那叫立功之法。上帝今天不让你做好事，是要叫你听他。他让你做坏事，你就做坏事，就是行义的人。你就当然，上帝不让你做坏事，但是这献以撒这件事情必须得有信心，那涉及到杀人的问题啊，而涉及到杀儿子的问题啊，是不是得有信心？这里面上帝主要是体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不是要叫亚伯拉罕把以撒杀死，是要体验出他的信心。亚伯拉罕是真想杀儿子，是假装的。为了耶和华的旨意，他真的要把自己的儿子杀死。现在摩利亚山，拿火把他烧了，对不对？什么都预备好了，这就说明亚伯拉罕对神的心是忠心无二。上帝主要借着以撒来考验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对不对？对。神可不是那么做的，叫你有个儿子就杀死，有个儿子杀死，不是那个事儿。不那个事儿，当你真有信心的时候，上帝真不让你杀，你信不信？有多少人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啊？在那自己在那编，得有好行为，什么样好行为？他自己那脑袋里勾画出好行为，像雷锋那样行为，像焦裕禄那样的，做好人好事树新风，学雷锋。是不是有人这么认为？
有没有人这么认为？有，真有人这么认为。整个这个古天下的教诲你可以问问他，亚当你行不行？你看这亚当说你信心里有行为，他马上把这行为端出来，什么行为？肉体里的行为，人间的行为，雷锋的行为，孔繁森的行为，焦裕禄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把这些行为拿出来当做标准来给弟兄怎么教导，教导弟兄怎么要这么行，向谁学习呢？雷锋，雷锋砸死你咋不学呢？你学雷锋你要学一样啊，你学你欧阳海被火车撞死，你咋不学习呢？你干嘛这专门学一样的？学不能学一样，对不对？黄继光堵枪口，你也得去堵枪口，行不行？都得学，一点也不差。耶稣钉十字架，我们效法基督也得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跟他同钉十字架。那黄继光、雷锋死，你要耶稣基督死，你要效法耶稣基督。你今天你不效法基督，你去效法黄继光。黄继光堵枪口，你去不去？啊？去不去？不去。雷锋电柱杆砸死，学不学法？不学法。刘胡兰被砸到砸了三节，你去不去？学法。学不学法？那不能说笑法就笑法一样啊，是不是？你要笑法他，就从头到尾把他所有做的事情都笑法完。笑法一样，人家笑法吗？啊，你那是笑法吗？这笑法他怎么行善？不效法他的死，他就因为行善死了，你还不效法他的死吗？啊？圣经有没有叫我们效法雷锋？没有。效法基督有没有？有。对不对？这样的经文有，效法神，效法基督，效保罗说你效法我如同效法基督，效法这个基督的死我们可以效法，但是那些人死都白死，听懂了吗？都白死。为什么是白死呢？是不被纪念的死，没有意义的死，不在上帝旨意中间的死，是自己找死的死，听懂了吗？打灯笼捡粪那个死，找死那个死，听懂了吗？你别笑他那个死，你笑他那个死就坏了。所以当你查看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知道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成义，亚伯拉罕确切的说他不是因行为成义，他是因信心成义。上帝主要试验他的信心，不是要叫他加上什么行为，这行为不是他自己的，是上帝要叫他做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他为了讨谁喜欢，所以我为了诚意，所以我献了一坛好酒好诚意，不是这个目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诚意是在十五章，他献一坛是在二十二章，这怎么是献一坛诚意呢？所以雅各说亚伯拉罕献一坛，这岂不是因行为诚意吗？这句话是颠倒的，是颠倒的，是把因和果颠倒的。这就是耶稣说文是做天国的门徒，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好像一个人从他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，就把两样都混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雅各这个雅各书上写的许多许多都是混淆的，是有旧约的东西，比如说抹油混不混淆？因行为诚义是不是律法下的？是的，对不对？又混淆的，找教会的长老祷告，别人祷告不好使，是不是混淆的？他有一些混淆的东西，但这些混淆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拿出来来当做一个绝对是真理来守，因为保罗说默示给外邦人，上帝借着保罗默示给外邦人的话语是确确实实的，既符合旧约又符合新约，听懂吗？既符合圣经，不会前后矛盾的。这边告亚伯拉罕岂不是因行为诚义吗？那边告亚伯拉罕不因行为诚义，这不岂不矛盾吗？亚伯拉罕绝对是不是因行为诚义的，如果因行为诚义就有可怕的。保罗直接在罗马书第四章就这么见证说，据此说来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？这是问话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诚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原因是因为他不是因行为诚义的。经常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
这就算为他的义，心神就算为他的义了，对不对？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那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是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亚伯拉罕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，对不对？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什么也没做，就是因为神说你往迦南地去，我要把那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，他就听了，他就去了，这是不是因信呢？是不是因信才去的？你今天不信叫你上这来你才不能来，你信不信？那不信的人你想上这来听道能不能听？不信，他不能听的。这叫因信来聚会的。聚会这件事是个行为，但我是因为信我才来聚会的，不是因为我来聚会的我才信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信耶稣基督，所以我来聚会，我来聚会目的听道，对不对？使我的生命更加丰盛，是因信来聚会的。不能把这个颠倒了，好不好？这不是因聚会才成义的吗？是因聚会成义吗？是因信成义的。聚会的人不一定成义，成义的人不一定来聚会，对不对？你听懂了吗？我们今天这群人是因信成义的一群人，不是因信因行为成义的一群人，是不是啊？听懂了吗，弟兄姊妹？拿出亚伯拉罕这一件事情来证明，拿出亚伯拉罕这一件事情来证明，证明他是有信心的人，就献以撒一下。我经常讲，亚伯拉罕他没有行为不好，从上帝召他，他行为就不好，你信不信？怎么行为不好？他行为不好，好多的不好的行为，娶自己的妹子，用现在的人讲，好不好？亲妹子，一个父亲两个母亲，亲妹子，好不好？用现在我们这个法律，婚姻法来说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啊！近亲结婚，是不是啊？亚伯拉罕娶夏甲，这行为好不好？不好，在自己的妻子以外又娶了一个妻子，好不好？上帝还要最后告诉他，把他赶出去，还得费事骂我，把他赶出去，都有了孩子的感觉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亚伯拉罕赶以斯玛利和夏甲的时候，这个行为好不好？不好。但我告诉你，这是遵循神的旨意，用人看不好，你看这没情没义的，不管怎么的，给你生下来个以斯玛利，给你生下儿子，怎么就忍心把他赶出去呢？但这里头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把夏甲和以斯玛利赶出去，你信不信呢？夏甲代表旧约，以斯玛利代表那些从血气生的人，所以把他赶出去，代表我们今天把我们旧约和我们这旧人都赶出去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旧人赶不赶出去？赶。旧约赶不赶出去？赶。不赶出去行不行？不行，这是有预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，亚伯拉罕又做不尽人意的事情。怎么做不尽人意的事情呢？啊，说自己的妻子现在都已经成为他妻子了，他现在不承认了，在什么情况下两次不承认？在埃及王法老王面前不承认一次，在亚比米勒王面前不承认一次，两次不承认。为什么？害怕，对不对？有惧怕，恐怕自己被杀了，把他妻子夺去，所以因此说，你说是我的妹子吧，别说是我的妻子，尽不尽人意？用人说，好不好？做坏事做好事，这个行为。而正因为他做这个坏事，耶和华称他为义。为什么称他为义呢？因为他软弱显出上帝的刚强，他软弱上帝的能力也比他，对不对？就把上帝能力在他身上显出了他的能力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我时常夸我的软弱。亚伯拉罕有软弱，保罗说我也有软弱，我时常夸我的软弱，我几时软弱几时就什么刚强。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在什么？遵不遵行神旨意？亚伯拉罕软弱遵不遵行神旨意？
信的人不管你是强壮的不管是软弱都尊敬神。不信的人不管你是软弱是强壮你都不尊敬神的旨意。你听懂了吗？信的人做的再不好上帝也喜欢，不信的人做的再好上帝也不喜欢，你信不信？不信这就不在乎你肉体的行为，这里我们不讲的不是肉体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看到，这不是我们今天所头脑所能够得到的。亚伯拉罕是超越行为的行为。什么叫超越行为？行为超越行为，用这几个行为来断定亚伯拉罕不是一件行为成义，超越行为不是人工想象的一个行为的行为。亚伯拉罕的行为啊，我们看第九，亚伯拉罕的行为，第一是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，什么叫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？什么叫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呢？啊？能看懂这句话？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，就是不是建立在行为上的行为，是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。这个行为是因信心生出来的行为，这是第一点，建立在信心上。第二点。在行为以外的行为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行为以外，在人间所能看到的行为以外的行为，在人意念中间的行为以外的行为，在律法要求行为中间的行为以外，这叫行为以外的行为。行为原本是律法要求的行为，但他在行为以外，跳出行为以外不是行为。听懂什么意思吗？律法要求不可奸淫，亚伯拉罕奸淫，跳没跳出？跳没跳出？就是犯行为的行为，违反行为的行为，在给他行为以外的行为是违反行为的行为，违反行为的行为，看出了吗？违反行为不是遵守行为的行为，而是违反行为的行为，是不是在行为以外？啊？违反常规行为的行为。常规的行为是做好事，但亚伯拉罕不一定做好事神就称他为义，是违反常规行为的行为，是人头脑所够不到的行为，超越行为，超越行为。不在律法范畴之内的行为，不在律法范围之内，不在律法规定范围之内的行为，什么意思？律法规定这一行为你要这样做这样做，不在律法规定范围之内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律法规定要孝敬父母，亚伯拉罕把父母给扔下，这是犯一条啊！记住犯一条，说人不看顾自己的家，就不没办法不没办法侍奉神，看顾神的家，他把亲戚全扔掉。
亚伯拉罕把亲戚绝情了，把亲戚扔掉了，把自己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夏甲赶出去，无亲情了。看出来没？看不看出来？看出来了。超没超越？超越了。律法规定要看顾自己的家，但现在呢，他破坏自己的家。你听懂了吗？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了，什么行为？是不是超越律法范围之内的行为？超越了，对不对？你还自己没事论肉体的行为吗？超越肉体的行为，超越律法范畴之内的行为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赶以实玛利和夏甲是遵行神旨意，是违背神旨意？是遵守律法，是违背律法？来，确定一下，来，亚伯拉罕赶夏甲和以实玛利往外赶的时候，是遵行神旨意，是违背神旨意？是遵行律法，是违背律法？那律法与神的旨意是反对的吗？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吗？有多少人这么看的？亚伯拉罕赶以撒这件事是违背律法，赶夏甲和以实玛利是违背律法，对不对？违背行为，违背人间的道德，对不对？关键违背的。你有媳妇怎么感觉？你有儿子怎么赶出去？能不能？能不能赶出去？不能赶。亚伯拉罕今天要赶了，用什么赶呢？有人说你这些人都信疯了，信到什么程度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，连自己的妻子老婆都不要了，怎么还能随便往外赶呢？赶这件事是谁告诉人的？神让他赶的，对不对？现在你要遵循神旨意，还是要守律法？你要遵循神旨意就不能守律法，你要守律法就不能遵循神旨意，这两个你选一样。因为遵循神旨意和守律法这是两件事。你要守律法就把夏甲和以实玛利留在家里，不能赶出去，因为律法规定要看顾自己的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孝敬父母，看顾自己的家？亚伯拉罕不但把父亲撇下，而且把自己的老婆赶出去，给几张饼，你说绝不行啊？绝不行？给几张饼和一批带水，那走吧走吧，这可给你生个孩子，生完孩子马上就无情了，对不对？马上给赶出去了，哪怕给一点衣物呢，哪怕给一个给点钱呢，这么多金银什么也没给，给几张饼和一批带水和几张饼，绝不行？用人看有没有情啊？无情无义的了。夏甲为什么哭啊？夏甲为什么哭？无情无义，无情。我跟他掰啊，为了生了这么孩子，这个没良心的怎么把我赶出来了呢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谁看到圣经？亚伯拉罕遵行神的旨意，都看到这一点了。亚伯拉罕遵行神旨意不？遵不遵行？那感谢点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叫感，是不是上帝叫感？是上帝叫感，是不是遵行神旨意？是。上帝怎么这么无情呢、啊？你反过来说，上帝怎么这么无情？干什么叫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呢？啊，不是应许、哎、知道不是应许什么的。那今天上帝叫你把这老肉体和那旧约都赶出去，你干不干？干的。真干吗？干。
你看看什么行为？亚伯拉罕这个行为因行为成义，什么行为？啊？什么行为？你看看，这是第一个，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，不建立在行为上的行为。听懂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，不建立在行为上的行为。不是好行为，不是规定的好行为，是凭信心做的坏行为，对不对？是超越人间的行为，超越人的那叫什么？超越人情的行为，不在人情之内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按人情说，这是一家几口人呢、啊？不管亚伯拉罕大老婆，你小老婆，那小老婆也是他妻子愿意给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都亚伯拉罕生的？按人情，是不是超越人情了？这样的行为违反常规的，在行为以外违反常规的行为，违反行为的行为，违反常规了。和常规不一样，常规今天过去那信兴一个男的娶了好几个老婆，就三妻四妾的，有没有？杨家将那里头是不是杨六郎多少个老婆？几个老婆？老婆帮收老婆，他自己的老婆帮收老婆，是不是收了一大堆的老婆？有没有一个被赶出去的？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遵守常规的行为。我们今天基督教讲的行为不是和遵守常规的行为一模一样，是违反常规的行为，违反行为的行为是在行为以外的行为，不建立在行为上的行为，是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，对不对？对。看清楚了吗？看不看清楚？所以雅各要求说，亚伯拉罕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是吗？是吗？不是。如果从外面看，谁也看不出这个这里的毛病，谁也看不出来这里的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称义的，对不对？谁也看不出来他不是因行为称义，都看不着，就以为亚伯拉罕，你看献以撒多好啊，那行为多棒啊，耶和华多喜欢他、啊。啊，叫你干一件事，这里亚伯拉罕所干的事情，叫你干一件你就能干。你信不信？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这不是亚伯拉罕那时代，到耶稣讲的话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撇下房屋、田产、妻子、儿女、父母、弟兄、姐妹。听懂吗？听懂吗？跟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是一样的，撇下房屋、田产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我们能做到吗？做不到。那怎么还要求行为呢？所以上帝说：“你又要求行为了，我在行为以外蒙你们算为义吧，蒙神算叫你算为义，行不行？”行。给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还要求行为呢？要求行为，亚伯拉罕行为。亚伯拉罕那行为多啊，那亚伯拉罕那行为是好行为吗？是不是好行为？不是，不是的，不是好行为的，对不对？正因为他不是好行为，所以称义的。正因为有好行为的人，所以不能称义啊。亚伯拉罕没有挨揍过一次，你信不信？一次都没挨揍，他的子孙后代一直到最后还是兴旺发达的。现在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阿门。我们都是兴旺发达的，阿门。效法亚伯拉罕子孙的，阿门。对不对呀？对。到时候我会给你找，找几个挨揍，
我找几个没挨揍的例子，再找几个挨揍的例子给你看，看他怎么挨揍的。他不是因为别人挨揍的，是因为干好事干多了，你信不信？干好事干多了挨揍的，因为不明白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挨揍的，你信不信？我在圣经给你找，旧约新约都给你找，行不行？你想不想看？想看。想看呢？我给你找几个例子，好不好？找几个挨揍的例子，再找几个没挨揍的例子，行不行？这样圣经里都在圣经里写了，只是人不注意看。你看要求行为那些教会，他们要求的都是什么行为？你看他回归到圣经是在遵循神旨意吗？嘴上唱的三一三旨意，要求好行为。那是遵循神旨意吗？他们要求的行为是他们自己标榜出来的，标榜一个人来，我就把这个人当做一个好行为，对不对？典范，就跟这四世界上一样的，为了要标榜一个人，树立一个人，把这个人树立起来就大过来，你效仿他吗？效仿这个人吗？是不是啊？现在教会中间就出现这种现象，把那些上帝不称许的行为端上来，把上帝称许的行为给拿下去。你看不看着？神要的他不要，神不要的他要，这是遵循神旨意吗？神要什么你得看，所以我们要查验和为神的成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，好不好？好，查验一下神喜欢什么我就给什么，行不行？神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必须建立在信的基础，所以这个是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，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不一定是好行为，也可能是坏行为，有时候坏行为受上帝的称许，好行为受上帝的责打，好行为不一定都在上帝的旨意中，坏行为也不一定不在上帝的旨意中。我最后给你查许多例子，你来看，好行为的被揍了，坏行为的被祝福了，你信不信？我这咋一那五撒是不是好行为？是啊，五撒是不是好行为？是。按行为看，按人看，拉那个新牛车，梆梆梆的从哪个河场那坡上下来，这牛一到那哪个河场就开始完了，想起自己家那崽子，就开始跳上撂上蹶子，就跳高了，那牛啪啪啪的蹶子就一撂，哎，这五撒。坐在牛车那勒不住了，那牛车那约柜嘎那一斜坡，五撒上去右手一伸，耶和华撒死，好不好？行为好不好？行为好不好？行为好，行为可好了，怕约柜掉下来不是好吗？是不是好行为？真好啊！好行为怎么被杀了呢？好行为怎么被耶和华杀了呢？耶和华难道说都不分好赖了吗？有许多人把耶和华当成美好，不知好赖。是不是啊？我们平时说看着耶和华不知道好赖了，好人给杀了，坏人留着。杀好人留坏人，耶和华听你们心里的耶和华，杀好人留坏人。信什么耶和华？信耶和华，信耶和华，耶和华杀好人留坏人。行为不好的他留着，行为坏的他杀了。有没有人这么认为？这么认为的人，这个人有没有问题？明不明白上帝的计划？明不明白上帝的作为？明不明白上帝整个所做成的计，这个救赎的计划？
上帝就不要在教会中间插入人的手。你插手这件事比你杀个人还厉害，你听懂了吗？你删除你自己的膀臂来代替耶和华的膀臂，耶和华的膀臂岂能缩短吗？耶和华岂没有能力吗？耶和华岂不能拯救人吗？你根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你去赴约为着上帝故意叫约柜倒下给大卫看，你无法伸出来了拦挡了这件事。大卫没落着看，没学到功课，听懂吗？听没听明白？神为什么要击杀他？人的手替代着神的手，人的工作替代着神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教会中间不需要神人的手，神不用人手来服侍你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当你伸出人的手替代了神的手的，你在藐视耶和华。这件事比你杀个人放火还要厉害啊，是不是？比杀人放火这件事还要严重。神所击杀的人不一定都是杀人放火的人，杀人放火的人不一定被击杀，就是那些藐视上帝手的人，藐视上帝工作的人，这群人将遭到击杀。我正在传道，有人从东就来一下，别传，上帝就要杀。我昨天讲上帝要打开杀戒，要杀死一批人，杀死什么样一批人？行不义而阻挡真理的人。你听懂吗？你不用杀人放火，你就阻挡真理试试看。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，你去拦阻神的旨意，人类被杀啊！你被杀是耶和华，不对，是你的。谁鼓励？所以我在劝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你就必须清清楚楚知道。我不能我做的稀里糊涂的这么一个基督徒，天天要求弟子没有好行为，有好行为。我今天讲的好行为讲到第几天了？我讲的行为讲到第三天了。平时可能是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一带而过，还忽略就讲过去了，而我们弟兄姊妹来一点一点的查证，把圣经所有关乎行为的事情都拿出给你看啊。守律法也是行为，犯律法也是行为，你听懂吗？有一个是遵行神旨意，有一个是不遵行神旨意，两个行为，对不对？一个是遵行神旨意，一个是不遵行神旨意，那你选哪一个呢？啊，都是行为啊。你不能说行为胡了马的，啥都行为，哪个行为都得做，你只能做一样，不能两个同时兼顾。你或选择被杀的行为，或选择被祝福的行为，行不行？因信心超越行为，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是被祝福的行为，听懂了吗？建立在律法上的行为是被咒诅的行为，看清楚了吗？要想靠律法去守行为，去守律法规定那个行为的那个范畴之内的行为是被咒诅的行为，看清楚了吗？啊，看不看清楚？看清楚了。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，不守律法所范畴之内的行为，这是被祝福的行为。建立在信心上的行为，这个行为不是加上的，是自然就生出这样的行为。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建立在律法上的，还是建立在信心上？挪亚造方舟是建立在信心上，是建立在行为上的？你看清楚了吗？看好了吗？以色列从西南山离开之后呢，上帝叫他进迦南地，把迦南七族全部灭尽，是不是杀人？但他不干，他不干，他就得死，都得倒地旷野，对不对？他不干，他说这杀人，这进迦南杀人，这立法上规定。不让杀人呐、啊！这进迦南要杀人，
这不犯罪法吗？问哪个杀人，我宁可死在这个地方，我也不进江南呐。就差一步就进江南，就因为不敢杀人，就怕犯罪法，却违背了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却违背了神的旨意。谁看到了这一点？谁看到了？弟兄姊妹，看圣经看不看到这一点？他们进迦南，在迦子斯那个地方就开始兜圈迷路了。圣经说这个百姓迷路了，对不对？绕道行走，行走迷路了，对不对？就在迦子斯那块绕了多少年？38年的时间，38年的时间在迦子斯，对不对？他们要遵守什么？遵守律法范畴之内的行为，是不是？不能杀人了吗？这律法规定不能杀人了，这要杀了人，这不完了吗？犯戒了吗？犯四条戒命中间不可杀人了吗？他们这个脑袋，你说有没有问题啊？进迦南地杀人，设立律法者是在半途中间设立律法，对不对？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民族，早就赐给，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赐给了。律法是外天的，外天目的是什么？看谁能用信心超越律法，不是让你守的，看你能不能超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我感觉到，是。你要听到，你那耳朵和心都得连在一起，行不行？这耳朵和心连在一起，听到的时候耳朵和心连在一起，一听就明白。弟兄姊妹，上帝设立律法是外天的，是以前就有，外天的。这加拉太书第3章明说是外天的，外天的就不是原来有的。那上帝给应许，给亚伯拉罕应许是迦南地我要赐给你的后裔了，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外天的？原来就有的。这两个，你看中哪个了？中途设立的律法不能影响上帝应许的迦南地，得应许迦南。那我现在我是遵守律法，还是遵守上帝早就给亚伯拉罕应许的迦南地去得这地为业呢？说得应许啊。那设立律法目的看谁能就凭信心超越律法，超越律法去得这应许，对不对？那我的目的并不是守律法，我的目的并不是遵守律法，而是跳个立法去得神跟亚伯拉罕应许的迦南地，对不对？但以色列眼睛注重在什么身上？立法上。这立法得遵守啊，都成为假冒伪善，不敢杀人。现在上帝就设立立法，看你敢不敢杀人，看敢不敢。我现在就叫你进迦南地，把迦南七族所有的亚摩利人、摩利斯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各个民族一共7个民族，杀尽，连小孩都杀，强暴力的都杀，牲畜全部灭尽，一点也不留，留下一个，留下一个种，他将成为你肋下的荆棘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你看以色列人干什么去？咱们可别进去，进去杀人。以色列最不爱打的就是不爱打仗。跟亚玛力人打都打了多少次了，就不爱杀人，非省进去叫人杀人呢？耶和华到底怎么回事？律法上规定不让杀人，这边还叫我们进心去杀人，把神的话就干什么？矛盾了。矛盾了。你有没有把雅各书和保罗所写出的矛盾话？矛盾啊，有没有？有。矛盾的。你不能给矛盾，他们矛盾，他爱矛盾，矛盾，他矛盾一辈子就矛盾你去了，就互相矛盾去了。我们今天不能矛盾，从雅各书里跳出来，进入到哪里了？保罗所写的罗马书里，好不好？好。从行为中间跳出来，进到恩典中间，好不好？好。从人的义中间跳出来，进到神的义中间，好不好？好。从律法中间跳出来，进入到恩典中间，好不好？从旧约出来跳，进入到新约中间，好不好？凭信心跳，行不行？别守律法。耶和华虽然颁布律法在西乃山颁布的，但耶和华在埃及的时候就把迦南地赐给谁了？以色列民族。因为这块土地原本就属于以色列民族，所以他要赐给亚伯拉罕并他的后裔。
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，上帝无论怎么考验你，设立律法规条，你必须守。错不了，他让你杀你就杀，行不行？别管律法规定了不可杀人，你别管。他让你杀你就杀，他要咬了还杀，压了还就杀，行不行？行。如果你在这中间，如果固守在这律法中间没跳过去，那就表明你今天不凭信心行事，乃凭行为行事，对不对？上帝就要显明一下，谁凭信心行事，谁凭行为行事，凭律法行事，行不行？这关不关键？关键。关不关键？这在我信仰这个整个这条路，为什么有人走不上去的？哎呀，累得不得了，累是因为你扛起来，把这律法扛着，包袱扛起来，你把这撂下，不用你走了。因为西乃山颁布律法，西乃山已经过去了，下面以下的路程不是西乃山了，那律法只能在西乃山那个地方起作用。过去你凭信心需要效法约书亚和加勒，另有一番心智进入迦南得产业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有几个人，这有个桌子，先两边是墙，那我要想过去上那边吃饭去，我必须。我怎么弄？天天吃饭扛个桌子，还是从这上跳过去？你说有的人怎么就那么傻呢？又饿死了，又饿死了，还有活人叫尿憋死的，你信不信？有没有活人叫尿憋死的？上帝憋你不是要干别的，就看你有没有信心来突破。来冲破，谁有信心从这里上面跳过去，对不对？有人坐大巴车，就干等也不到那个地方，一会儿尿憋的简直憋的受不了了，这边喝矿泉水，那边喝矿泉水，就在那憋了。矿泉水瓶那么多的瓶子，就光那矿泉水瓶里尿，就在那憋憋憋，就憋到地方了，憋出病了，上医院了。憋来憋去憋成尿毒症了，上医院一检查尿毒症，怎么弄的？你说时间长没撒尿呢？嗯，那不撒呢？不敢，干什么？怕羞。有尿没有尿？有尿。有尿怎么不撒？上帝不就让你撒尿的，有了就撒。你说有的人怎么这么糊涂呢？糊涂到极处了呢。陆林山挨饿有没有被饿死的？有没有没饿死的？有。有没饿死？有没有被饿死的？有。有被饿死。怎么饿死的呢？那地啊，离他家那生产队的地就离他家这么远，那红薯就在那放着，一个也不敢碰。最后饿硬死的，大夫把他抬出去，就这样死的人多的是。有啥正法？要抓住了，谁要偷红薯，生产队的红薯捉住了，就给他皮肉，就因为怕皮肉，所以活上死了，饿死也不去拿一个，拿一个犯法呀。耶稣的门徒不管那套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的门徒是在耶稣的手下，没有律法的控制，走到外地饿了，我就插进来一份吃，怎么的？反正吃饱了，怎么的？怎么我说这话不对吗？对不对？大哥进大卫进那个店里吃陈设饼，饿了我就吃，怎么的？我不是祭司，不要吃我也吃，饿了就吃，对不对？现在多少人活人叫尿憋死了？这行吗？吃行吗？这都行吗？你饿你就吃，上帝还能定你罪吗？能不能？能。我说这人家天天在哪里了？天天在那律法里，别犯这条，别犯那条。你说能好不能好？他不死还好着呢，饿死一个摆着，饿死俩都摞起来。神本来不是叫人饿的，对不对？人不听上帝的话，现在就去固守那个律法去了。神其实设立律法，叫把人圈起来，固守起来吗？
不是这样的。神借着律法看谁有信心能跳出来，能得以自由，看谁被律法控制在那个地方，谁做愿意做奴仆，不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旨意还有律法，这两件事不是矛盾的。如果你跳出这个地方，就证明你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是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有的人都不就守行为，你看门徒前半岁，你看那耶稣长那样，连一下都没责备那门徒，还去责备法利赛人去了。你说你这耶稣的行为也太不好了。有的人就是信来信去把耶稣信行为不好，他行为比耶稣还好。有没有这么信的？有，真有啊。弟兄姊妹，有些人现在说你们那主，你看那主啥？门徒带着一群门徒从外地里经过，掐家卖孙是他的家的吗？随便掐家卖孙，讲不讲究道德修养？说耶稣不讲道德修养，带着门徒在外地里经过掐卖孙，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啊，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这样想过？为了律法上的行为，宁可去饿死，有没有这样想过？啊，就因为就有这件事，就有一个，那个那里边城里边有东西吃，五城外都要饿死了，城外那些人不敢进城里都饿死了，最后有几个人进去了，把福音向外传说，里边有吃的，你们进到城里边就有吃的，谁也不敢进，怕里边有仇敌打，所以我宁可饿死，我也不要进去。今天主发放粮食给自己的百姓，好不好？吃粮食不要去守律法，不要守律法犯守自内的一个行为，好不好？你就能吃到粮食。你守律法犯守自内的行为，不跳跃律法的行为，你就永远是挨饿的。普天下都遭遇大饥荒了，现在是不是一个地方，是普世的教会都现在面临饥荒，面临属灵的饥荒，没有粮食，工人里面没有粮食，没有一个盆低粮的，也没有放粮，放出来全是毒气。吃进去不是全是毒药丸，吐出来的全是毒气，谁吃了谁去吃他们就中毒，全不是圣经以内的，全在他自己来的瞎编的话里。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？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？啊？有人说不杀人，不放火，不打人，不骂人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以色列倒霉，以色列这么一群倒霉王，好几百万的人都死在旁边，原因是因为什么？不杀人，不打人，把这张像迦南地，咱们坚决拒绝，下定决心拒绝，别进去，进去就得杀人。我们今天宁可死在旷野，也不进应许之地去杀人。上帝说什么？你进应许之地，宁可杀了人，也得到永生。你不进应许之地，你就自己死在旷野，没有永生。选择哪一个？选择哪一个？什么是遵行神旨意？啊，除了律法规定的范畴的行为之外，上行为不再守律法范畴之内的行为，跳跃律法行为，进加上杀人，得地得产业，好不好？好。假如有一天上帝要还命令我杀人，你杀不杀？杀是吧？我们现在正在杀人，杀多少人？在旷野中间杀枪毙多少人？啊？那救人枪毙枪毙？是不是杀人？是。埋葬多少人呢？埋葬。啊？属肉体的那救人都埋葬了。加拿七族全部叫灭绝了，啥没啥？啥啥？信心的果效，这就是信心，这就是亚伯拉罕因信心成义，不是因行为，对不对？你看杀人者被上帝设为信心的父，叫人们效仿亚伯拉罕之心。你看没杀人的以色列民，他们个人倒霉了，都被杀死。听懂了吗？你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你现在就遵守律法。你遵守律法，你就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。你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没有办法遵行律法。
因为律法上规定的和上帝的旨意是不一样的，虽然不是反对，但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呀？是不是？是啊，就是这么讲。我就看谁能真正明白圣经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明白圣经，就是因为我凭信心，所以上帝开启我们心窍，使我们明白圣经这么大的奥秘。这是奥秘，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奥秘？有许多人信了100多年了，他也是不明白，他看见这话他不明白，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油蒙了心了，只油蒙了他们的心了，他们不可能明白，他们非但不明白，反而起来抵挡说：“你们错了，你们为什么错了呢？你们不守律法，我们不守律法就不犯律法，就遵行神的旨意。你守律法守不住，犯律法就是违背神的旨意。听懂了吗？”这句话很难明白。明白了明白。我们不守律法也不犯律法，所以就遵循神的旨意。不守律法，所以就不犯律法，对不对？我不捅马蜂窝，那马蜂也不出来蛰我。我捅马蜂窝，马蜂出来我就触犯了马蜂的，马蜂出来蛰我，我不活该。我不守律法，我也不犯律法，律法定不着我的罪，我这就遵循神旨意。你守律法，肉体软弱守不住，你触犯律法，律法出来就干净，你像马蜂蛰你。怎么的？不是这么回事吗？是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当我不守律法的时候，律法管不着我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我不守律法范畴之内那些规条，我虽然进迦南杀了人了，上帝不定我为有罪，离开西乃山的，我不在西乃山，对不对？西乃山就代表律法之山。搬过律法，离开律法山，好不好？好。离开律法山，才能往迦南进发。不离开律法山，永远不能得应许之地，好不好？好。凭信心得应许之地，不凭守律法得应许之地。神的应许，如果是因律法得的，那应许就废掉了，信也归于虚空了，对不对呀？你说谁能明白这么奥秘的事情？这实在是奥秘。说这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向我们显明。你们说你们的耳朵何等有福啊！你的眼睛是何等的有福啊！看见了别人未曾看见的事情，听见了别人未曾听见的事情，这是天国的奥秘向我们打开了，天国的那个包向我们揭开了，对不对呀？神亲自给我们揭开了那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。隐藏在创世纪，从创世纪一直在隐藏，一直隐藏到现在，给我们揭开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聪明的人变愚拙了，愚拙的人变聪明，看出来吗？聪明人反成愚拙，愚拙的人反成了聪明，原因是什么？人的聪明就是愚拙的，因为上帝拣选了一群愚拙的人，叫他们把他们装备上上帝的聪明，你信不信？有知识的人变没有知识，无知的人变有知识，有生命的人变无生命，没有生命的人变有生命，对不对？瞎眼的人变看见了，那个睁眼的人变瞎了。饥饿的人变饱足了，饱足的人变饥饿了，这是圣经的理。要救自己生命的，犯上吊生命；没有救自己生命，要回生命的。犹太人不敢进去，就是因为怕上吊生命，怕杀了人被咒诅，所以他就不想，就怕上吊生命，因此倒闭旷野。上帝让你杀，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啊？上帝叫你放下，我就放下，放下我怕没怕？吃什么？喝什么？穿什么？有没有怕？我从来我都没怕，一次都没怕。主啊，我放下，我吃什么？我喝什么？我穿什么？没为这事着想。我想，上帝今天能够把我从世界中间呼召出来，他就能供应我，他就能养活我。我今天饱了，我不管明天的事。所以为什么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你的心怎么那么大呢？”
我今天不管明天的事，这就是我今天我的信仰，在主面前神就这么带领我。今天不管明天的事，明天死活管不到，我为明天操心干什么？耶稣也是这样说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好不好？好，学会这样进入安息。上帝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你不要怕我犯了律法杀了人将来怎么办，神叫你干的神兜着，好不好？好，神一问他自己来兜着，你就这么干，我们是他手上的工具。嘴上上不那是什么，我们是耶和华什么战车马的都是那什么手中的刀杀，实际上一撒给自己来的胆怯。你说你是耶和华手中刀，你怕什么？他拿着杀你怕什么呢？我们是大卫手中的一个弹丸，对不对？打倒那个哥利亚的弹丸。我们是参孙手里那个驴腮骨，听懂了吗？我们是神耶稣基督手中的那一块小石头，对不对？握在主手里就显得出莫大能力。你是什么？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你干的时候，上帝能力与你同在，因为你没有怕，你凭信心干的。所有的结果，上帝他自己来担，行不行？行。干坏的是他的，但不干找你算账。凭信心干，干完了神担着，行不行？行。你不要怕捅娄子，万一把这个这不捅娄子吗？干这么大，这不捅娄子？不要怕。神在天上，最大的在天上，他是像遥控器遥控我们，他怎么遥控你并不听他话，行不行？行。好不好？好。凭信心，不要怕，不在行为之内，他说的不在乎行为，你就不在乎行为，赢了。他说即使出烟感就不在乎行为，你就不在乎行为，赢了。他说不在乎行为，你在乎行为输了。听懂吗？他说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，你还是去整行为，捅咕捅咕去，天天捅你那行为，你得不得输啊？你下棋那棋子不听那主人的话，非得输吗？听懂了吗？听清楚吗？听谁的？听神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休息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天天从天上来的粮食，因为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饱足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，我们也何等的愚昧无知，主你不开启我们心窍，我什么都不明白。今天你在这里光照着我们，使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主你的奥秘，因为这奥秘从起初向众先知已经启示了，后来又向众使徒显明了，今天你也向我们显明，把这奥秘向你自己众百姓宣讲出来，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回归到主你启示的话语中间，不要凭着我们自己的思维做事，不要凭着我们自己的思想做事，因为我们经常用我自己的尺度来衡量，但是衡量我们的乃是神，用他的尺度来衡量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时常带领我们清清楚楚打开我们里面心灵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，看见你自己的大能，因为今天你要拯救我们，就要试验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被火试验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使我们得到尊贵荣耀。主，就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带领这里的教会，你处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同在，保守储存这块土地，保守临沂这块土地。今天你既然把他们从律法中间分别出来，就叫他们能够大胆的、放胆无惧的讲说天国的奥秘。每个弟兄姊妹都能站起来为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。求你在这里做兴起的工作，大胆的兴起众弟兄姊妹的心灵，使我们的心成为你居住的所在，使我们的心成为你的宝座。求你占有我们的心。用你的真道带入我们的心，主，你今天就照着你自己的应许给我们成就，我们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向我们开门，求你按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成就。我们不愿意看的只有几个人得救，我们愿意看全世界全地的人都能够
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，让全地的，让你的福音整个传遍世界各地，让各地的人都能因着你的福音得救，把你纯正的真理传讲出去，不叫我们活在自我里面，不叫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想法中间，只叫我们遵循你的旨意，应允我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，阿们。